这是什么吗？拉了什么东西啊，兄弟们？这绝对是灭不了了，都燃完了，我这个也是无补一次了。油啊！它里面是油，他们说。啊！没得油啊！这里面是油吗？里面是油吗？哦，人走了是吧？人已经走了，但是现在消防救援还没过来。哦，好嘞好嘞，走了就行。我的天，吓我一跳，兄弟们。他人走了，他说。对面的车也停了，我靠，我开着开着。我这个灭火器灭不了是吗？灭不到，灭不到。驾驶楼下灭不了。哦。但是拉了什么东西了？看见驾驶员没有？啊？驾驶员？驾驶员没有看到人呢？人在哪了？不敢碰弄就给那个。那驾驶员呢？不太清楚。没看到跑出来呢？没驾驶员，都没看到人。我往前开开看一下吧，看他在不在前面吧。灭不了了是吗？没用，只能等消防员过来。哦，就在路的边上。我叫大哥开了他小车穿越过去，因为我这个车跑得太慢了，而且这里是上坡，我根本没办法穿越那个火区。然后司机没看到人啊，看能不能开那小车穿过去，看一下司机在不在上面啊。那个大哥开车穿越过去了。高速公路上啊，兄弟们，高速公路上啊，在等消防员过来，不然我也不敢冲过去，我的车太慢了。在应急车道上，后面已经好多车了，后面已经排一排车了。好多好多车，主要是我这个车马力不行，上这个坡有点怕。还有一半的货没有烧哦。啊，对还可以救，快，一半货。车头跟货车掉了。我边上。你看你看你看，火烧好了，你看见没有？今天还好了，看见没有？啊，还没有燃，它是外面燃掉，我燃了。啊，快，车头上去了，就上这个车尾倒到这里来，溜下来了，还有冰块。消防员已经到了哈。水来了。来了，有救了，兄弟们！这是我第一个到达这里的地方的。来水了，有救了，里面还有很多玉米啊，但轮胎烧掉了。这水怎么不行啊，这水，我靠，我这真着急。来了，好，有水了。很多玉米，哇，里面全部烧红了。
烧通红，全部烧通红，车底全部烧通红。灭了，兄弟们，灭了！里面全是玉米。看什么？看山下。我现在也出发了，灭完了。哎呀，真的出来户外啊！真的，兄弟们，太不容易了，太难了。找一下我的灭火器在哪里先。我的天哪，我这个车也是很多电器在里头。哇，怎么这么多水啊？车漏水了吗？找一下我的灭火器先。灭火器呢？是气罐关好了没有？这些气罐都好怕，好危险啊！还暂时想不起来我的灭火器放哪里了，兄弟们，就剩一罐这个了。